在一个无权力区捍卫权力，这是位于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周四发表去年中国人权状况的年度报告标题。根据美国之音报道，报告指出，2018年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加大了对权力活动人士、律师、独裁统治批评者的残酷镇压，还镇压宗教社区、少数民族，尤其是西藏和维吾尔人地区。在中国独裁一党政治制度下。 中国公民的民主参与、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平集会自由、宗教自由等人权都被剥夺，公民因推动和行使这些权利就会受到惩罚。中国政府甚至在国际场合，包括在联合国，大力宣传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 报告还说，二零一八年是中国当局对人权捍卫者进行严厉报复的又一个年头。报复的种类包括使用酷刑、强迫失踪、任意关押等等，还威胁并阻止人权捍卫者参加人权培训，甚至迫害那些与联合国人权专家合作或寻求合作的人。尽管中国的人权捍卫者会首当其冲遭到政府报复，但面对这些巨大障碍和风险，他们也依然继续完成工作。 报告说，他们会持续放大被边缘化或受破坏者的声音，记录践踏人权势力，追究肇事者的责任，也会提供援助，推动政策或制度改革。报告称，中国的人权捍卫者们展现出卓越的力量与适应力，且足智多谋，采取各种行动，披露政府的失误，尤其是在保护劳工、教育、住房、卫生、食品安全、环境权利等方面，且揭露当局对权力捍卫者、宗教社区以及少数民族的残酷镇压。 最后，中国人权捍卫者敦促中国政府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要求结束对公民社会的压制，也呼吁中国政府必须释放所有被关押和被囚禁的人权捍卫者和人权律师，对酷刑的指称进行调查，对施暴者追究刑事责任，向被关押者和被囚禁者提供适当的医疗照顾，取消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结束强迫失踪，停止对那些同联合国人权行动合作的人权捍卫者的报复，保护言论集会结社宗教自由，结束大规模任意拘押维吾,吾尔少数民族和其他突厥穆斯林。新闻时事报记者孙云山整理报道。